像嘅冠军作品啦，摄影师 William Cole， 而我得意啦就系 Mermaid Shireen， 恭喜晒！大家见到啦，呢一张作品啊叫做《梦中的婚照》啊，唔单止都唔易噶。好啦，呢个时候同时亦都获得我哋嘅海洋大奖。因為咧呢個作品咧係可以充分咁樣呈現到海洋保育嘅呢個形態同埋意識嘅，咁而得獎海洋大獎嘅得獎作品啦嘅攝影師就係 Haggy 武麗兒，係 Mermaid Shireen， 恭喜曬！大家都見到啦，呢一張作品咧叫做《人魚的最後一口氣》，心情好興奮。真的，因為咧，因為咧，其實即我哋學真係潛水幾多年啊？有五六年啊？有啊，5、6年，跟住我哋一嚟就好熱衷啊，跟住就一直去好多潛水活動啦，學美人魚啦，佢有好多參加好多比賽，跟住又影咗好多相啦，跟住咁我又搞咗好多活動啦嗰啲咁嘅嘢，跟住到而家再搞呢個協會咧，跟住咁多。即以前是可能我搞一個，他們搞一個，或者即可能我看你去比賽這樣，現在是真的這麼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是開心的，還有好像很集中的那件事，還有那件事好像 很大的，會做到越來越，希望是真的會這件事會越來越大咯，即一個人的力和一班人的力始終是不同的。對啊，你講啊，最後一句係今日咁我特別啲啦。今日除咗其實好多嘅第一次，我今次你攞埋獎添，係啦，今日係第一次join 協會啦，跟住第一次參加攝影比賽啦，第一次攝影比賽攞獎啦，同埋一間有我第一次主持拍賣嘅環節啦。咁所以係啊，今日係比較一個應該係都幾難忘嘅一個日子啦。大家都見到啦，呢一張作品人魚的最後一口。其實我有的，不過我只鋪了一張很多年前的相，其實那佢張相真係靚嘅，同埋嗰張相真的太耐了，同埋好朦啊。其實嗰張我都覺得點解會攞呢張呢？你其實我睇到張相嘅時候，我記得你係有另外一張係靚啲嘅。係咯，我都唔知道太講了，我冇認真去揀，唔係係咯，咁下年咯。係，因為咧，我冇乜點影嘅，同埋近幾年我真係少咗影嘅。係，同埋參加比賽咧，其實我都覺得有個好緊要就係揀相。因為我前年喺台灣又係參加過水底嘅攝影比賽啦，我覺得揀相係非常之重要咯。因為你睇同其他人睇或者攝影師嘅角度其實都係唔同嘅。你點樣去揀一張相係你覺得係大家都會中意嘅咧？係有難度嘅。嗰張係我自己中意啫，可能係。其實通常就一 set 嘅，咁我不如講下我好多條啦，咁我都價值不菲嘅，我想講下就係我其中有一條，但係又最少用嗰條，因為真係太重啦，但係就最貴嗰條都差唔多成50,000+，係啦，那個就係又係度身訂做，又等咗成差唔多大半年，我仲要係加錢特快寄過嚟先等先半年啫喎，跟住但係就超重，因為差唔多18kg。但係所以因為太重，咁有時去譬如拍一些嘢啊，或者喺魚缸比較細嘅魚缸就很難發揮，咁就比較少著咯。但係反而咧，我覺得平啲用或者用布嗰啲咧，其實仲方便表演咯。係啊，同埋通常你去一些落水的地方都是要攀山涉水啊，又搭車又搭船先去到，所以但係嗰啲布嗰啲魚皮真係方便好多，同埋亦都你可以揀好多條啊嘛，即係你貴嗰啲可能得一條，你影擊都係嗰一條，但係你平嗰啲你就可以次次都唔同。不過就睇下你拍咩咯，如果可能你要影啲電影級或者很近 shot 嗰啲，咁真係因為佢嗰啲係用直膠喎，佢嗰啲係魚鱗都係。好像人哋真的魚鱗咁樣有層次，唔係布咁可能平咁樣，咁就唔同咯。係啊，不過通常影相就遠嘅，所以都唔好講。哦，不過尤其是陸地影，我就覺得直膠尾係最靚嘅，因為有翻個形狀，有個陰影嗰啲喺度。我搞過啦，唔係因為咧，其實咧好簡單嘅即係中意玩水嘅，中意潛水嘅美人魚都好，潛水都好，一定係。
保護海洋的，因為你一咁中意玩水，你一定好想 你玩的地方或者你中意的地方是乾淨的嘛，咁你好自然都會保護海洋。咁所以我哋通常搞親啲活動都離不開係宣傳埋海洋保育嘅。所以我之前搞嗰個美人魚比賽都係一個慈善活動，都係宣傳海洋保育嘅。係啊，其實就算唔係特別有一啲機構同我哋合作，我哋本身都已經係好保育呢個海洋，所以都你之前都影咗出相係有呢個 message 㗎嘛？哦，係啊，係啊，今次其中一張相就攞咗環保大獎，類似咁啊，類似啦 ，different 啦，係啊，咁就可以講一講嗰張相嘅，因為嗰張相係恆定影嘅，咁就因為全球暖化啦，咁水温就上升，咁其實我哋人可能升一度仲暖仲舒服啦，咁但係其實對於珊瑚嚟講，升一度就真係一度就好大影響嘅，咁佢哋就會開始白化，咁就會令到海洋生態啊就會越嚟越衰退咁樣，係成個生態都有問題咯。冇錯，珊瑚一死就魚有好多魚又死，好多魚又死，好多浮游生物死，浮游生物死跟住成個生態又不得了啦，跟住人又會有問題啦，其實。冇錯，就係咁。冇錯。我都想知啊。要打電話問下先。係啊，佢仲喺內地。係啊 ，Chris 好忙啊，日日都出新片，我見到佢好勤力嘅，都好開心嘅等佢。係啊，我見佢都幾受歡迎嗰啲佢嗰個 channel， 係咯。大家好一陣啊！好多陣啦嚇。好，上一晚我電話呢度。